干嘛左转啊？干嘛？哎，我今天已经考驾照了，不要没考驾照那边乱开车了。干嘛？还带小孩，丢脸！哎，不要这样教小孩啦，哎，这样很难看呢。这我先罚。 我刚刚只是打双手方向而已。你打方向灯，来一张，感谢您对国父的贡献。 干嘛左转啊？干嘛？哎，我今天已经考驾照了，不要没考驾照那边乱开车了。干嘛？还带小孩，丢脸！哎，不要这样教小孩啦，哎，这样很难看呢。